如果妈妈也能在我身边该多好。妈妈。不会唱啊！我会唱也不唱给你们听。许姨叫我在没人的地方唱。你什么意思？哥，咱玩咱们的，别理他，别种拽什么拽。你说什么？我妈说你妈妈偷人，你就是野种。你，坐下，雪儿。雪儿啊，你告诉许姨，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？别害怕，你慢慢说，许姨相信你啊。彩玲，波涛，还没伤得怎么样？波涛，不哭不哭，啊，还没流了好多血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这孩子怎么发生这种事儿？这走路也太不小心了嘛。哎，这跟走路没关系啊，是雪儿把他给推的。雪儿？可不是嘛，雪儿一直就看艾梅不顺眼，见一次打一次。可怜的艾梅受了多少委屈你根本就不知道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啊？雪儿有人撑腰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简直是目中无人。乖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我可怜的艾美，这小脸蛋要是破了相，将来长大了还怎么嫁人呢？好，别哭了，孩子哭你也哭，哭什么呢？你放心，这事我会调查清楚的。艾美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雪儿推你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呀，孩子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吓他？这话还用问吗？难道是崇伟把他伤成这个样子，他会伤害自己的妹妹吗？还是艾梅她吃错了药，把自己伤成这个样子？有这个道理吗？波涛，你常年忙公事，家里好多事你根本就不知道。艾梅，自从雪儿来了以后，啊，是天天闹事啊。家中大姐又一味的护短，把雪儿宠得比皇亲格格都还要飞扬跋扈。咱们崇伟和艾梅吃了苦头，吭都不敢吭一声。今天要不是艾梅受伤了，这事儿我提都不会跟你提的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回去问问看。我保证大姐帮雪儿推的是一干二净，反而会说崇伟和艾梅的不是。雪儿一再被这两个孩子欺负，
现在又背了黑锅，这让他心里产生了极大的反感。这个家他已经待不下去了。伯伯回来，许姨会向他解释的。别怕，你没做错什么，是他们故意找茬，啊？嗯。伯头，还没跌倒，是不是你推的？啊，伯头，孩子们在一起玩，难免会磕磕碰碰的。我在问雪儿，不是问你。艾梅跌倒是不是你推的？不是我，是崇伟。艾梅的妈妈全都告诉我了，你还在抢辩。伯涛，事情不是彩玲说的那样。你到现在为什么还护着她？你这不是爱她，你这是害了她。你怎么能相信彩玲的片面之词呢？难道我相信你的片面之词吗？我。你这孩子心眼怎么会这么坏啊？害得艾梅，如果将来她有什么后遗症，该怎么办呢？不是我，是他们自己害自己，故意找茬。还在嘴硬，你看看这孩子说什么呢？事情已经摆在眼前了，他还不肯承认错误。不是我，就不是我，你为什么要诬赖我？哼，我诬赖你？请问我为什么要诬赖你呢？因为我不是艾梅，不是崇伟，不是你的孩子。你听不懂是不是？外面风雪大，孩子穿得那么单薄。他不知好歹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就让他吃点苦吧。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，万一被坏人拐跑了怎么办？要是生病了怎么办啊？他死不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们走。云芝。哎呦，火烧屁股了。云芝。什么事啊？大呼小叫的，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妈，不就是雪儿弄上艾梅的事吗？伯涛骂了他几句，他就使性子就跑了。喏，大姐跟许妈追他去了。真是雪儿吗？不会又冤枉了他吧？啊？哎呦妈，艾梅都伤成这样了，您还冤枉她，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哦，好了好了，啊，不哭了不哭了啊，来。奶奶，看看，哎呦，这伤的要不要紧啊？啊，哎呀，缝了好多针呢，医生说得按时换药才行。
好好照顾她啊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，乖。